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羽球选手王子维。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一下近身防守的反应训练。首先我们要准备的东西有球拍一支，再来还有发球员，然后还要需要一排球，用多球来做训练。好，接下来就要进行我们的小训练吧。Go。这个训练上是反应跟速度都需要有配合，然后发球员也是蛮重要的，因为他需要快速的发球，要发得稳，然后你的训练才会扎实。对，然后这个重点就是在于你的手腕出力要快。好，接下来就换你们试试看。